我们开始修炼大光明修持法。身体直立，两脚自然分开，与肩同宽，头颅放松，双肩放松，脊背放松，两腿放松，慢慢松到脚趾，眼望远方的一个目标，或是绿色植物，让我们的心与它交流，清心、清肝、明目，眼光慢慢收回眼内，慢慢闭上眼睛，站在美丽、纯洁、晶莹的莲花上，快乐、幸福，慢慢的弯腰伸右手，轻轻踩一滴莲花上的甘露到胸前，左手摘一朵鲜花到面前，身体洁白，芳香透明，
洁白，芳香透明，变成为巨人。站在空中，如天神一般，两臂慢慢向两侧伸开，伸向宇宙。将无限的能量和光芒慢慢聚拢到头顶上空，两手的手指相对，在头顶之上。上空出现道道光芒，光芒进入身体内，双手合十下行到肚脐部，两手重叠，手心向内，开始在腹部逆运转画圈，从小到大。观想身体在太空里，好像消失了一般，
飘飘渺渺，悠闲自在。继续画圈，从大到小，身体在太空里，好像消失了一般。飘飘渺渺，悠闲自在。在顺时针画圈，从小到大。身体在太空里，好像消失了一般。飘飘渺渺，悠闲自在。Thank you.
再从大到小，身体在太空里，好像消失了一般。圈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。两手重叠，手心向内，抚在肚脐部。站在莲花上，腹内一个燃烧的红火球，体内通明。开始接收灵力，用灵力拍打全身，观想所拍打之处，疲劳病气如灰尘烟雾一般飘散空中，自然地调理身体。
过灵力接收能量，自动调理拍打身体，百病消除。再轻轻地按摩全身，消除疲劳疾病，恢复健康。在胸前合十，做呼吸导引，呼气，手心向下，身体内的污浊之气被排入地下，散于广阔的泥土之中。吸气，手心向上，吸进白色光芒。呼气，吸气，呼气，吸气，呼气。两手重叠，手心向内捂在肚脐部，用中气哈，在合十，从脊椎下端向上发音，观想有红黄色的光芒从后背射向空中。阿弥陀。
走下莲花，身心轻松、快乐、幸福。搓搓手，搓搓脸。活动一下全身，现在收工了，还要接着练。